果发现了什么？寄居蟹、石头蟹，还有一大串海猴。这次赶海发财了，入秋后的第一次赶海，真是太高兴了。最近得到消息，说附近经常出现海螺跟鲍鱼，好嘛，这哪能少得了我呀？走走走，今天就等着抱桶回家吃海鲜吧。瞅瞅，这一来就发现了搁浅的渔网，本想使劲一划了，收获意外大物来着，没想到白高兴一场。可是兄弟们快看呐，我发现了什么？居然是一群搁浅的小鱼！哇塞，这也太帅了吧！这群小家伙游的还挺欢实。不过今天我可得整几条带回去。现在咱们先把小鱼往浅滩狭窄的地方赶一下，然后抄起咱们的渔网，预判好小鱼的退路。嘿嘿，因为啥也没有呀。得，时间还早，咱们先去其他的地方看看去。走这种石头滩，一定得慢着点，搞不好就得摔个大耙耙。看着潮水的走向，应该是在涨潮无疑了。那还等啥？趁着还没上来海水，赶紧行动呀！可是这连着扒拉了好几块石头，居然一个小螃蟹都没有发现。不对呀，按理说应该很多来着。再来看看这块大的，给我走你！哎呦喂，啥情况呀这是？哎呀，有动静！嘿嘿，小样的，居然给我玩起了隐身术。得亏我眼神好，要不然真让你给跑了。这其他地方应该是没有了，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去。哎，我就说嘛，看见没，这一只还跟我玩装死呢。起来，小样的，别以为我看不见你，这个头正好回去喂咱们的狗头鱼。嘿嘿，看我发现了什么，一只超级迷你的小寄居蟹。呀呀呀，有发现，又有发现了，一大串新鲜的海猴，不错不错，不过就是这个头有点小，但是呢带回去喂咱们的派大星刚刚好。呀呵，瞧，一个猫眼螺。我不对呀，这里面居然也是一只寄居蟹，不过呢这个就比刚才的大多了。瞧这小样扒拉着的小腿，竟然还想逃。哟，说你胖还喘上了，这里还有个够迷你的，这俩货都收了，回去给他们养起来。至于这一大串海猴，咱们只留一半吧，多了回去也吃不了，万一坏了就不好了。